诗篇27篇13到14节，大卫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这是大卫在有军兵安营攻击他的时候，在他的仇敌前来要吃他肉的时候写的。在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里面描述的更深刻。Yet I believe with all my heart that I will see again your goodness, Yahweh, in the land of life eternal. Here's what I've learned through it all. Don't give up.Don't be impatient. Be entwined as one with the Lord. Be brave and courageous and never lose hope. Keep on waiting, for He will never disappoint you.我们知道大卫经过许多的极难、困苦和征战，他说他在这其中学到的就是不放弃，不失去耐心，不丧胆，不失去盼望，持续的等候，因神不会使他失望。怎么样在苦难中，大卫仍然能够持续的等候而不放弃呢？在这里他提到，就是他常常默想神的恩惠带他经过以往一切的艰难。才能让他的心被坚固，才能继续的等候下去。其中他更提到的一个秘诀，就是在苦难中，不是看着那些追赶他的仇敌，而是与主合而为一。我们的一生也许不像大卫在战场上被仇敌追杀，但是在属灵的战场上，不是也经历过许多大小的征战吗？每一次不也都是
神的恩慈、良善带着我们度过的吗？让我们现在就用这首诗歌来数算神的恩惠、慈爱。
是的，主啊，你的良善永远看顾我们，永远伴随我们的生命。一生信实，对我顾念，因为你永不放弃我，你永不使我失望。我要用我一切所有的生命气息歌唱你的良善荣美。所以我的心啊，你要在风浪中安静下来，圣灵，来带领我们更深、更深的回想、体会、领受主的恩惠、良善、荣美。Teach us how to be entwined as one with the Lord.圣灵，用你温柔的手带我们更深的与主合而为一。带我们更深的进入主耶稣心的深处，
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是的，主啊，你的声音领我经过水火试炼，若不是你的恩慈良善，我们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在漫长的等候中，在看似没有尽头的黑夜里，你却如此亲近我们的灵，所以我们能不放弃，不丧胆，不失去盼望，能继续等候，因为你永远不会令我们失望。凡等候你的都是有福的。主啊，我们有一个心愿，就是不只是等候你的良善恩惠带我们度过一生的水火试炼，大卫在苦难中学会的秘诀，我们也想学会。教导我们在试炼中，在等候中，让我们的心跟你的心紧紧的交织，合而为一。主，相信你必定会成就我们的心愿，因为这也是你的心愿。主啊，让我们的旷野因为你的同行成为我们最甜美的旅程。主，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亲爱的耶稣。今天等候神聚会就到这里，求主祝福每一位在持续的等候中深深的与主相遇。